来，那各位观众朋友，金士顿1991，27年，27还是28，忘记，自己慢慢算了，忘了，数学不好了。它就是个25，因为啊、哦、，Whisky Life 酒厂限量，因为 Whisky Life 的版本，这只知更鸟哦，必须要跟你们介绍，27年，它是酒厂的限定版。哦，那为什么要看这些酒啊、哦？要告诉你们。那个是你来，你先看一下我们的地下。大家有看到我们的地下吗？这个是我们台北店哦，台北店哦。对，欢迎来到我们银盘的群友。哦，来到银盘的群友可以免费的来去喝威士忌，不是说让你喝到饱哦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只是让你一种酒来喝一口，让你了解什么叫威士忌。让你更懂得什么样的风味是适合你，什么样的酒，酒厂是你喜欢的，哦，人家说酒厂特色，酒厂特色，酒厂特色，就是你要多喝，你们可能没有那么机会喝那么多，你要去酒吧也 OK， 哦，那只是我跟酒吧最大不同，哇，我令你王八蛋，就是这样而已，没了。那豆花哥的豪爽豪气度，我不要用嘴巴去讲。我觉得都没什么用哦，来了一趟你就知道了。台中店现在也差不多100多支给人家喝，高雄店也100多支给人家喝，哦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来到银盘，可以不要开车就尽量不要开车，利用大众捷运哦，或者3-5好友哦，包台车哦，来这边开心的品饮啊哦，我们每个店北中南哦。假日都会有一些群友的聚会哦，都可以来。那这几支哦，来先看知更鸟，27年，哦香啊香哦，因为日本酒的玄盖，玄盖，这支很好喝，我喝过，它的味道不太一样哎，嗯，没有很浓郁，但是它的香气蛮扑鼻的。哦，它就是个旧版，新版25，哦对，新版。对，没错，它是水的味道啊。这一支其实这一支是我的包桶，我跟伟伦我们两个共同包的，拍下来的是。对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嗯。现在也没了。麝香葡萄桶，我记忆非常深，很深很香。哦，那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知道，我们银盘哦有一个叫做高端分享瓶的群，高端分享瓶都是在开这种商品，哦。你叫我开1-2-3-4千块的，我地下就很多了，我真的不晓得要开什么，哦，我不晓得要开什么。但坦白讲，这些酒我也没有办法常常这样子想到就开来喝，哦，所以我们有一个高端分享瓶。高端分享瓶的顾名思义就是这支酒，可能我们现在装起七一瓶，50沫，50沫一瓶，700沫就有14份，哦，最基本14份嘛，哦，如果有19的话就没有就。基本上都抓大概13安全一点点，对，13安全一点。那如果哈状况好一点，可能就是15沫哦。我们用这个的总价格来除以几份，那大家品尝过就好了，绝对没有骗你。你今天如果要50沫在酒吧，3倍，三倍起跳，3倍最少3倍，我们就是看这一个价格多少哦，除以几份，大家品名，人家在说了。不用打肿脸充胖子啊，每天在打肿脸。酒吧高端的酒吧是带女朋友去的，商务客去的啦，不要在跟我那边抓侠抓皮啦。3-5好友每天去高档酒吧干嘛？点一杯，坐3个小时打卡、喔。那个我以前常在酒店做，做到不想做的啦。一年365天，我300天在酒店，我已经懒的啦。哦，所以我们比较实际一点，实惠一点，高端分享品哦。想要加入我们高端分享的人，都先跟我们各店哦，各店的小编联系就好了哦。那等一下我就先喝了哦。今天这4支酒加起来也超过六上下，5万打五万。我们说保守一点，不要装逼哦，3万起跳而已，买不到，没事，3万起跳而已哦。我们不要说太多，又有一派的人说干那个就多少，你们装逼。没有，这里就4000起跳而已。你干嘛？4000块起跳而已，4000无限收，无限收。哦哦 ，OK， 没有要卖哦，拜拜。